妈现在要来煮奶油意大利面，料理教室。这什么菇啊？雪白菇啊？是吗？杏鲍菇。嗯。雪白菇。我有冷盘。你有开火了吗？有，我开了。开什么火、啊？最大火。最大火。刚刚老师在讲，你有在听吗？当然没有，我在顾小孩。那你要怎么煮？糟糕，看着前面的人家做。一步一步跟着做。作弊。Yeah, I will follow word. 我现在要先干煸这个。雪白菇。因为他们说这个比较多水分，所以就不用特别洗，然后它是一个很干净的菇，粮都很干净，菇类都很干净，对，所以就不用洗，直接下去干煸，然后就有水会出来。因为如果再先洗过的话，等一下就会出太多水。我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材料，没有鸡肉、洋葱，这是什么？奶油哦，他刚刚已经帮我们煮好了，所以可以省一步。哦，白酱煮好了。对，白酱。白酱我还蛮有兴趣的，说。就是好劲道拉面，跟这是味淋吧？哦，高汤，对，高汤，鸡高汤，鸡高汤，日式高汤，日式高汤，然后芦笋，这感觉煮过的。为什么人家的已经煮那么好，然后你的？因为我要等它煮好，我才能弄我的，这样我才知道。先不要拌啊！你先不要拌，听到没有？老师说不要拌。要让它有点水分出来的时候才开始。你要留一点空间给人家。不要一直管人家。你们的那个水有开始煮了吗？没有，糟糕。直接出包。哦，出水了，你看，不要出水了，可以多倒一点。然后这边还有橄榄油，这边有那种健康油。好香哦，人家说你很香嘞。看起来像卡达香，很好喝。对，出水，你看这出水有没有？你真的有开火吗？有啦，在冒烟了。整个把那个围兜兜穿起来，就有一种贤妻良母的感觉，突然变贤惠。应该不能动吧？等到有点焦黄色的那种。有啊，有焦黄。可以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感觉开始水水了。可以拌了吗？可以了吧？等一下，可以再一下。可以弄边边一点，不可以弄边边。你的烟再冒大一点。你没有看到我烟冒很大吗？我冒三张。你要出血了，然后翻一翻，然后翻到最角落边边去。有啦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可以了吗？就是要弄到稍微出水。小心没加汤油哦。对。老师都帮你们想过了。很认真的妈妈。真的，而且其实手的速度才快，你看好像可以直接火那么大，对啊，都杀菌了。可以赶到边边了吗？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可以下鸡肉了。我也觉得很好。这鸡肉感觉很赞，他都帮你切好了。如果在家都这样该有多好。好，这时候就需要有个神队友。到时候你就是在客厅看电视那一个。鸡肉，它鸡肉感觉切蛮大块，饱足的口感。这个嘛，哦，皮要炒下，要煎到焦黄。然后说不用加油，因为等一下煎一煎就有鸡油了。拿个相机帮你拍照好了，难得煮饭。好，整个过程呢，可以继续想一下你下一个步骤要干嘛干嘛。然后呢，多整理一下，照你等一下想要做菜的顺序想一下。
张，我可以下洋葱，很美，对，就是这个没辣反应，没色反应。哇，好香哦！哦，哇，这个时候可以准备要下面条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等一下我们酱汁，等一下可以拌一拌，面条就可以过来了。他说鸡肉也不要管它。对，所以我要先一起开始聊天，开始聊天，聊起来。好香哦！偶尔要去拌一下你的菇哦。哦，菇还是会。菇底下还是会焦啊。哦。对不对？那怎么分辨梅纳反应跟焦？梅纳反应就是。黑掉就是焦，咖啡色是没那反应。对，咖啡色是像这个标准版，这个是标准版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吃它的。等一下吃它的。有没有看鸡油都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各位。哇，好棒哦！好，我可以先关火。哎、欸，老师说你那个还是要拌的。好，我听到了。再看看一个有没有金黄色的？还没。要继续吗？没那反应，没那反应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对，小洋葱，然后翻面翻面。不是是这样的、啊。还没，没有，它鸡皮要炒下来。你这个鸡皮没有炒下来。要开啦、啊。对。哦。对，就只能这样。什么菇都可以。好多鸡油都跑出来。哎，有点快黑掉了，你的菇。你的菇要顾一下。我一直在顾啊。有点岌岌可危。有点，但颜色也是蛮咖啡的。你觉得火很大？火很大、啊，感觉很难过。哦哦哦！有了，然后呢？你知道下一步要干嘛吗？不知道。糟糕了，偷看一下这边。翻面吗？翻面吗？是吗？好像不用翻面，我记得不用翻面。不用翻，要。要不要？要。有没有在上课？猪队友。这个还没有。不够哎。对啊。我觉得是因为那个中间的中间火比较大。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嘛。下一步是炒洋葱哦。我炒洋葱。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救星来了。有哦。好，你们赶快下洋葱了。好。好香哦。你可以每天都煮饭吗？等我啊。然后可以开始煮面了。我觉得我。我关小一点。老师，一整方面会太多吗？会。大概半包都好了。我觉得我是因为我们家是因为没有那么好的器材，对不对？是厨房不够漂亮。如果我们家长这样的话，每天煮。洋葱下去就可以一起拌好了哦。你看我。哇。盖一半的面。对，有。直接下面吗？对。我刚刚学到一个很重要的。嗯。他说50块硬币就是一人份。我之前下面都乱下，对，终于知道了。观众那个量很难抓、欸，那量不知道怎么抓。我不是每次都煮太多，不知道煮太多。对啊，一半。一半会不会太多啊？他说他们收一半。好，我们有三个人。对，大概。对。哎，没在，老师在讲，没在听。我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不在。你没有仙女上。可以不要为难我吗？可以拌炒哦，我主意的就是饼干。你应该下去把它拌一下，不然你那个点会点。可以下去吗？等一下，你再炒一下，你的那个鸡肉还有没有够香吗？然后几分钟？5分钟，4分钟。4分钟，然后呢？好，今天我们炒一下，把那个鸡肉大块的都先打块。等一下加芦笋，再去煮。稍微要煮久一点。直接加了吗？好，可以先加一点那个。面要起来之前再加。因为它芦笋它是煮过的，你看。桌上的日式高汤进去让它煮一下。你确定是这个步骤吗？是的。让它先煮一下，熟透了之后我们再下酱料。你可以先加你的，都可以，很随意。
煮饭没有规定，都全部进入一起拌。不是因为鸡肉太大块了，不容易熟，我怕你们煮泡面到后面煮干掉。我们还要加什么？感觉变小份。闻到哪里？洋葱下完，然后。洋葱下完要拌炒。高汤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的火是变小了，我觉得你的火变小。对，变小。你自己调小。老师做小一点。我小一点。100度。我觉得不够。120。看起来。对。我加，我加。哎，刚刚没有人讲吗？去把你的鸡肉煮熟。原来有小老师啊，快偷问一下。有啊，我今天请问洋葱炒了要不要？你调味了吗？没有，就是加味淋跟酱油。味淋跟酱油。这是高汤，可以先加味淋酱油，然后高汤倒一点，然后等一下再吃味道。酱油要加多少？我说自己抓，看你自己喜好。看你的手感。好的。可以先加一点，等一下最后不够的时候你可以。不会太多。我要黑糖棍。这个是味。好了。好香哦！酱油的香味。卤水要下面。卤水要水，对，要来跟它一起炒，直接加吗？好，等下面要给大家，等下准备可以先下下面哦。直接加了吗？加。酱油拌炒。哇！整块。我觉得你可以让它用火。可以加一点汤化开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是现在加高汤。这个吗？你可以加一，先加一点，让它化掉。哦。煮开。哇，你小心烫哦。谢谢。OK 啦，有遇到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最大的问题是妈妈不会讲。我刚刚一堆问题都已经问完了。可以再加汤吗？可以。是这个时间点吗？还是调味道？那你可以试一下你的面条，那个硬度哦。一条一条，试试看。一条试试看。哪一条？试吃看看。爸爸来。太烫了吧？等一下，我怕烫啊。等一下，那什么事啊？通常人家怎么吃？我不知道，我怕烫。要吹一下。有点硬。啊？会烫吗？的时候就可以加下来。哦，微硬。对，好像可以，可以。可以吗？外包的。那是微硬。哦，那你就跟。我已经吃到奶油的味道是正常的。因为我的夹子有奶油。哦，难怪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会有奶油的味道？面是不是感觉差不多？面要微硬的时候下，不然再煮就会太软，是吗？对，那是这时候下高汤吗？高汤，高汤不用下了。高汤是调味料。你可以再补一点，高汤，你可以补一点高汤，然后是你可以试一下味道，看看现在。我觉得味道不够咸，感觉快好了。不够咸，那你可以加一点酱，然后混合起司粉会。这是一个快好的节奏，是要加不加？那你看有点，我觉得汁有点收太快了，需要再加一点汤。好啊，我可以全加吗？可以吧。我们的午餐就交在你手上了，儿子会不会饿肚子呢？一餐泡面不会怎么样吧？应该是说一餐饿肚子不会怎样吧？
都可以再煮一点去看你的味道，试试看。蛮香的、啊，那现在就可以了。拜拜，拜拜，香香，直接这样。够咸吗？先加一点，小朋友怕辣，有点香气就好。有咸吗？我觉得不够。那我觉得可以加酱油。好啊，或是起司粉也是咸的。哦，对，所以都可以。对，都可以加酱油。那刚刚把它全都全掉。你的面还蛮厉害。可以盛盘了吗？你要盛盘了吗？你要黑胡椒吗？你觉得熟了？要黑胡椒。现磨黑胡椒还是？还是。黑胡椒很重要。谢谢。哦，真的，我看到。好，谢谢。我第一个煮完。真的。我是来给妈妈送吗？好香啊！会太少，再多一点。你要左右，你都是同一边右，左右。然后起司粉。你要起司粉？对。然后再先摆一摆。起司粉重要。再帮我要一个精华。太咸，可以。太浓了，太浓了，再加一点煮面水。哦。对。汤收太快了。对，太浓了。再多一点。好。那开大火吗？不用再开火。那慢慢滚。小火就好了。因为这是滚的水，所以没有问题。哦。那老师这个要。这还要加吗？可以再加一点热水。若加高汤嘞。也可以。啊，我们忘记加这个油嘞，我没有加到。加油！怎么办？加油！加一点点。我说会怎样吗？少一个味道。不会，它本来就没有味道，只是怕你的鸡的油不够。哦。好，试试咸蛋，然后加起司粉。好的。起司粉我加了。好，试咸蛋，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调味，如果不够咸就再加。好的。但是要再回来。好，又要回来。下快！我刚点的。还是外的，谢谢。吃起来水水的呀。不会。还是外的。应该是因为它有加水啊，然后你再滚一下收汁的话，应该。白酱看起来比他们少。白酱没有感觉。有四咸蛋了吗？刚刚是，但是加水之后没有再。我拿汤匙，等会好。你要试试看吗？你快吃完了。有感觉了。什么感觉？饱的感觉。那越试越少。可以吧，爸爸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可以，我相信你。我觉得还是有点淡，因为我口味太重。我们讲怎样，你可以。有点淡。对对，那我们起司粉可以填一下吗？应该，我觉得现在酱油，起司粉可能够。那我们可以加一下酱油。可以吧？还是盐吧。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有点淡。问老师。没问老师。它的面真的比较硬。对。你试试看味道，如果觉得要再加，觉得淡，好，觉得淡，可以再加，加吧。试试看够不够咸，关火，不要再加火。没有酱油。请问还可以有酱油？可以赶快盛盘了，它面会一直吸。那我
先关火。那你先起司本来加一点酱。没有，我先关火，等下直接拌酱。酱比较少。快帮我！不要放一点酱吗？不要放一点酱吗？可以一起。对对对对。来，快帮我！需要我喂你一个。香菇还要试试吗？有点大，谢谢。尽量正面。哦。我快边煮成番茄酱了。你我觉得你开火。我没有开火。你搞砸了，你最后。最后一步搞砸了，怎么变黑酱了？这是墨鱼汁。不会啦，失败的几率很低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但是你就是那个失败的，糟糕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样，赶快盛盘。有点黑黑的，你颜色跟它不太一样。妈妈要盛盘，等一下看一下Cody缝不缝场。